标题，薛之谦 NPC 票数紧咬 NPC 的粉丝，这一举动真给爱豆长脸。追星这么久，想必最花粉丝心思就是各式各样的应援与打 call 了。毕竟打 call 是最能让偶像直观感受到自己人气与热度的行为，更能让爱豆充分了解到粉丝们的爱意。最原始的打 call 方式呢，就是演唱会上举起爱豆的灯牌，挥舞着荧光棒，喊出整齐划一的应援口号了。自从村里通网后，线上打 call 就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饭圈，发爱豆美图、写小美文、卖安利，早就是基本操作。爱豆过生日、换生日、应援头像，时时刻刻祝他生日快乐。刚过去的周末，音乐盛典咪咕会发起的打 call 锦标赛横空出世 ，impersonate 薛之谦、邓紫棋、张惠妹的粉丝团响应召集，在线下展开了一场打 call 大赛，星动应援大作战，能把华语乐坛超高人气与资深前辈的粉丝团聚集起来已经很厉害，我没想到还能让他们一起愉快的游戏。这样的打 call 方式真是太新颖了。为了获取主办方派送的丰厚打 call 福利与超值礼物，以助爱豆一臂之力，天选的80位粉丝们空降上海咪咕咖啡，展开了一场和平友爱的星动应援 battle。 薛之谦家再次印证了一家人就是要整整齐齐这句话，非常团结地完成了游戏任务。而 NINVPLCENT 加乃希们凭借一个举动，让现场工作人员和路人纷纷点赞，截至发稿，距离第12届音乐盛典咪咕会人气票选结束还剩下不到5小时了。目前薛之谦和 NPC 的票数都已经超过了2亿8千万，薛之谦以微弱的优势领先 NPC， 还是薛之谦？到底谁能赢呢？到底是薛之谦成功以一敌九，还是 NPC 技高一筹顺利登顶？还有不到5个小时了，我们拭目以待，个人表示好期待呀。